Hello，听到吗？听到。行，好，大家中午好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讲这个月搏击。很多人呢讲月搏击呢，就是一个苦难的一本书信哈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大概讲完整本的约伯记之后呢，就会在营会见到大家了，就差不多。所以大家预备心，我们一起来看约伯记这本书。我们会有好几次讲到的机会，来到去分享约伯记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整本约伯记来看完。所以你可以在家，可能之后呢，你可以把它看完几遍。其实它不是很多章的哈，它只是20多章。但是它讲到我们人生，或者我们跟随耶稣，或者做灵修、做祷告，很多很多的功课，我们都可以从这本书去学习。特别我在最近我的灵修的道路里面呢，我觉得约伯记，我用约伯啊这个人物这本书来去灵修，特别有同感啊。约伯记呢，其实它是好几段的对话来到组成的一本书。他这个对话呢，就好像拍戏一样啊。比如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约伯的幸福的开始，然后呢，结束大概42章的时候呢，42章的最后那段就是这本书的前后，就是讲到开始讲约伯的幸福。之后呢，就是讲约伯的这个幸福的结束的结局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整个的过程，一个开始，一个结束，然后中间呢有很多的对比。什么是对比呢？对比就是说，比如我们讲光和黑暗，很多的二元的对比，比如讲怜悯或者是讲残酷，比如讲伤心，讲快乐这种的对比哦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会发生啊。那约伯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如果你用派系，你作为一个看戏的人啊，或者是作为一个导演，从这种角度哈、来去看这本书，你就觉得很有趣，因为它是很多的这种的对话，它的主角呢或者角色也不是很多，就是有约伯。还有他的3位朋友，人就是这4个啊。然后呢，有上帝和魔鬼的一个对话，那你就觉得很特别，很多都是对话。甚至我以前在学舞台剧啊，或者是学做戏的时候呢，最难最难的就是独白，独白就是一个人自己，他在自己跟自己讲话，自己的内心的一些 inner voice，我们内心的话，我们讲出来，这是最难的。约伯也有这个部分啊，所以呢，如果拍舞台剧，这真的是非常棒的哈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来看第一章。第一节到第五节讲约伯的幸福开始，结束了这个之后呢，交代了约伯这个人物，
他就讲到上帝和撒旦的对话。然后第二章第21节开始，就是讲到约伯和朋友的对话。OK，然后就讲到他的一些看法、坚持、一些对错、一些智慧，哦，然后到上帝对约伯的对话，然后就到最后结束，约伯的幸福的结束，这结局哈，是很有趣的一本书啊。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第一节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交代了约伯哈，他的为人是怎样的。给我们看一套戏，我们就是啊，前面引言我们都会说哦，这个人啊，他是几岁，他到底有没有结婚，有多少个孩子儿女哈。他讲到呢，他是从这个地方叫做。物事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个人呢完全正直。不好意思，什么叫做完全正直呢？其实圣经没有很多次形容一个人是完全正直的。如果要形容一个人完全正直呢，这是一个。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赞美，一个肯定。什么是正直呢？正直在原文里面哦，他就是说他选择，他可以做坏事，但是他选择不去做坏事。他可以选择，他也有能力去做坏事，但是他选择不去做。他正直的，甚至他是从。小出生到大，不是没有做错，OK，不是说他不会做错事情，也不是说他不会犯罪啊，再严重一点，而是说他愿意跟随上帝的道路。啊，如果用这个的。标准哦，我相信在教会的肢体们，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是正直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别人说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然后做错一件事情就无罪，对不对？如果知道了。你还选择去做错，或者继续错，不去道歉，这个就是另外我们讲的是相反的，就不是正直了。哦，如果有的选，你会再选一次这个行为，这个决定吗？我这个决定，今天你坐在这里，你知道是错的，你还会选吗？如果你还会选，你就不是正直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讲到完全正直的约伯呢，是很难得的。比如我小的时候，我大概16、17岁，信耶稣，那时候很单纯哈，我觉得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错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选择去做错的，没有一个人会选择去伤害别人，没有一个人会选择去犯罪。我一直都是这样子想，到今天我40多岁，我还是这样子坚持想。那慢慢看到人性的。真实的一面，或看到人心黑暗面之后呢，我今天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完全正直的人。
很多人不知道对错，所以他选择不沾边。他不知道是非对错，他选择不去管。啊，我这样我能够去理解，也能够明白哈。如果知道这是错的，也知道自己没有故事的全部，但是他就沾边，这个就不是正直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完全正直的形容词形容乐伯哦，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，非常高的评价。有时候我们在教会，或者一些团契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讲到别人，那个人呢不在当中，那我们都会彼此提醒说，哎，那个人不在这里啊，我们不要讲他啊。人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不讲那个人哈，因为他没办法去解释，他也没办法去告诉大家真正的实情是怎样，这样子呢就很容易变成了是非啊，对错啊。那虽然我们要很小心在生活当中里面这些点点滴滴的，很容易变成一个不正直的人，不正直呢，他不单单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作为一个基督徒也会失掉他的见证。一个不正直的人，甚至他会慢慢失去圣灵的感动，比如上次我讲到说圣灵的感动、圣灵的降临，哈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它就好像 GPS，就好像我们的手机的闹钟，就好像 Siri 来提醒我们一样，它会有声音、有指导、有引导的这个能力。如果我们不断的选择不正直，而我们知道这是错的，我们还继续选择的话，圣灵的声音会 mute 掉啊，会慢慢越来越小声。接下来他说，那个人就约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敬畏这个原文是什么呢？在中文的敬畏哦，它是有惧怕，afraid 啊，就是有一个惧怕的一个意思在里面。当然，我们不要惧怕上帝，因为惧怕我们会离开啊。敬畏是拉近、靠近啊，他靠近上帝，尊重上帝。赞美上帝，谦虚谦卑的活着，看到太阳和月亮，看到大自然，他知道自己是非常渺小，也不自大，也不自卑。不自大不自卑的这个，虽然讲起来很容易，其实它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在生活上面。一个不自大的人，很容易去自卑；一个自大的人，很容易骄傲，背后也是自卑。不自大也不自卑，然后去敬畏上帝，知道自己是上帝所创造的，知道自己厉害的是什么，知道自己不厉害的是什么，知道自己弱点和缺点。知道自己缺乏是什么，知道自己软弱是什么，知道自己恩赐是什么，然后这些全部都是需要我们每天累积去敬拜神，去做灵修，在教会里面参加小组，在教会里面去参加主日崇拜，参加门徒训练课程，慢慢慢慢成长而经历起来的。不是在这里听几场道，星期天来做崇拜就能够完成的一些品德行为。作为门徒，他需要累积，每天累积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的灵命。
在很多的事情上，特别是现代的这个社会，我们有很多课题，我们都需要讨论。我不知道 GSGL 现在能够讨论的平台有多少个，或者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讨论是哪里？是 WhatsApp Group？是 IG Group？还是 Facebook？我不知道，或者是教会的小组，我们必须有讨论的空间，我们需要分享和聆听分享的一个过程。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们有很多的谦卑，有很多的事情能够彰显出来。不能被讨论的事情是在黑暗的，知道吗？不能讨论的事情是在黑暗的，所有事情都能够去透明，所有事情都能够去分享，都去讲。我不是说我们没有个人的隐私啊，我不是说这个部分，我是说在社会跟别人有关系的。啊，我们都可以去讨论，作为教会的肢体啊，我们都能够去讨论，而这些讨论呢，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。所以，当我们做领袖的时候，什么敬畏神呢？我们读"敬畏神"这三个字去研究、去讨论、去做领袖，这个就已经是好多个学分、很多个小时哈。一个神学的学分啊，是多少个小时呢？一个学分是16个小时哈。如果三个学分呢，你就知道多少个小时。敬畏神呢，大概是哈，我们讲的是9个学分哈的课程，大概要去上的一个领袖课程，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来讨论什么叫敬畏神，再跟大家分享敬畏神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，You know who are you？你知道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他很难敬畏神。所以，为什么有些基督徒，我们看到他是非常好的见证，他就是很知道自己是谁，去侍奉，按照他的恩赐，啊，所以敬畏神，他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学问，让我们去思考。所以约伯他是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人哈，完全真实敬畏神。远离恶事，远离恶事。恶事是什么呢？不是说，我们就是要去到一个住在圣殿里面啊，所有社会的东西、世界的东西都好像不是很好的，那然后我们就不去碰、不去见，不是。远离恶事，就是说不参与别人的一些坏的计划，比如别人在讲是非哈，我也试过在教会哈，有些人在讲是非，然后我就哈好心提醒一下，等下，sorry 哈，我就好心提醒说，哎，那个人不在，不要讲他了啊，但是呢，有些人还是会继续讲哦，那我就转身离开，但学生没有预备好，老师就别出来，不然就会了反总账哈，就是很多人就不喜欢你哈。这是我的教学的理念，学生还没预备好哈，老师就不会出现，就是说我也不做老师了哈。如果发现哦，学生没有要听，别人没有要学习，那就去吃饭。去聊天啊，就算。所以呢，就远离这些恶事。
就是对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智慧哈，非常重要的智慧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现象。然后接下来第二节呢，他说他生了七个儿子，那他这个头第五节今天讲的这个约伯的人的这个他的人品啊、人格啊，他这个人的设计哈、啊，非常重要。我刚才讲的他这些品格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背景，下次讲到我们讲他的这个对话的时候，我们不太理解对他的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。他是一个正直、敬畏、远离恶事的人，然后讲到他的家庭。以前我们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呢，老师说要了解一个教会的肢体呢，哦，最好就是了解他的家庭背景。当我们读心理学的时候，辅导学的时候，我们了解别人的原生家庭，这是对他的做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。如果不知道他的这个原生家庭，治疗是很难能够到它的根源去的哈，所以呢，在第二节就开始讲到约伯的儿子、家庭，哈，他的儿女、家产等等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十个。十个的概念是什么呢？生一个孩子的概念又是什么呢？在我们上几代的家长他们都生很多，他们家庭兄弟姐妹都很多。可能在马来西亚的朋友比较能够去理解或者明白啊。然后呢，生了那么多，第一一定是要有钱啊，也不是很有钱，这个人要有基本的资源。真的不是那句话说天生天养啊，我们就生吧，别管吧，上帝会 take care 他们哈、哦，就天生天养的也不一定哈、哦，很多会死掉啊，能够生那么多，一定是有很多的资源。第二，会不会是也很有爱心呢？对小朋友很爱这些。下一代呢，栽培他们，我不知道，都是我们去猜啊。第三节，他家产啊，有7000羊啊，那这样子我们猜对了，他应该是有钱的哈。3000骆驼，500对牛，500母女。并有许多的这个奴隶啊，这个工人啊，在说什么呢？不要讲以前觉得是很有钱，就算现在啊，我们也觉得很有钱，对不对？不要讲3000骆驼啊，一只骆驼我都还没看过，所以呢，他是非常非常有钱的。并有许多的工人啊，这人呢在东方众为之大。什么叫之大呢？可能是官员呐、啊，可能是有钱人呐、啊。对不起啊，彼此敏感哈。所以呢，他就是说，他是一个 somebody，会让人认识。会让人知道。我今天早上呢去大峰山做崇拜啊。那大峰山呢，如果你有去过，它有个很大的十字架，很高很大的十字架。每个人去呢都会去看这个十字架，去打打卡。那进到走要去十字架之前有一个宅门啊，孙中山呢，孙中。他也在那边写过两个字哈，叫"博爱
那个门呢，就是窄窄的哈，走过去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有钱人要进天国是很难的，所以他是一个有钱人，还要那么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真是非常非常难的。所以我在想啊，为什么会纳入约伯记成为圣经的其中一本书呢？它有什么厉害呢？为什么特别需要有40多章来讲这个人？真的是挺特别啊，有钱，爱主。是不简单，不容易。很多人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啊，可能他们很穷的时候就很爱主，很多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来寻找主。有钱，很多节目。信不信耶稣，我自己也能搞定啊。那我为什么需要上帝呢？所以他不需要上帝啊，他也有很多钱。我记得很多年前啊，我在马来西亚侍奉的时候，有一位有钱人，非常有钱。然后我遇到他，然后他说：“哦，请你为我祷告。”那时候呢，他是有病，有生病哈，身体有病哈。然后为他祷告，他是常常来教会。当他病好了之后呢，哦，他就可能不常常来教会了啊。当他生意好的时候，很忙啊，钱很多的时候啊，他就慢慢。就离开了。那过了一两年呢，很特别的哈、哦，在 JSL 教会，就是你会看到有些朋友哈啊，请大家别对号入座、哦，我不是讲谁，我是讲一种的情况。我就是说啊，在教会不止 JSL，很多教会都这样。有些朋友你会一两年会看到他来教会好几个月，那几个月呢，他就每一个星期都来的。啊，我在香港侍奉的时候也是有，那每次那位有钱人那位帅哥哈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他应该又分手了，我们大家都会说他应该又分手了哈，那几年就分手一次这样哈，他都会。出现，那大概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又会消失。那有时候呢，心里面在想，希望以后别在教会看到他，就是他人生过着幸福美满的嘛，这种祝福也是挺美妙的哈。但是，这是民间宗教。的一种神学，啊，有事情就来祷告，来祈求，没有事情就别来祈求。这种的神学概念呢，是民间宗教啊，以前我们拜民间宗教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子的。比如要考 SPM 的时候呢。啊，我们就会常常去神庙啊，求签啊，啊，买烧肉啊、烧鸡等等去拜。啊，没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很少去这些地方。这并不是和上帝建立美好关系，这也不是基督徒应该要有的神学。好。我们跟上帝的这种关系，不是开心就不见，不开心、困难就多点见，这不是医院，教会不是一间的医院 hospital 啊，教会不是
一间 restaurant 来消费、来用、来填饱肚子离开。教会是一个家，我还记得Jason 写了一首歌讲家啊，教会就是家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家是什么呢？你开心开 party 生日会在你的家。啊，你全身很肮脏，你要回家洗澡，洗干干净净。你累也要回家睡觉，你不累也要回家。家就是我们得要回的一个地方，不管休息不休息，我们都要回家。JSL 是你的家，是你的生命的家，是你的灵命的家，是你灵魂的家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如果灵魂的家，就不是说我喜乐丰盛就不回家，没有这样子的。你会吗？你会很开心了就不回家，然后伤心的时候才回家换衣服吗？你不会，你每天都必须回去你的这个狗窝的去那边睡觉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去一些五星级的地方，你也睡不着，要回到我自己的狗窝，我才能睡的啊。有我自己熟悉的味道，不管我有钱没钱，开心不开心，这都是我的地方，我的地方。那所以呢，约伯他就是有这种概念，这种正确的神学概念，这是我的家。不管我有钱没钱，我为什么讲那么大的这个神学概念呢？因为在整本的约伯记，这个是他的核心的神学中心，非常重要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说《约伯记》呢，很多人把这本书说它是一个苦难之书，就很多痛苦哈，很多痛苦，是不是最近 Pastor 就特别痛苦，所以选择《约伯记》呢？哈，不是哈，而是刚刚相反，我在过了这个痛苦，我在看回约伯记的时候，我觉得有很多东西，不管我们痛苦不痛苦，我们都要随时彼此提醒，随时能够给予互相的帮助。好，第四节，他说他的儿子按照日子搁在自己家里面呢，摆这个宴席，这个 party 哈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三个姐妹，他们的三个姐妹来，与他们一同吃喝。这个 party 哈，第五节，日子过了，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，他清早起来，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，献燔祭。什么是燔祭呢？燔祭如果在以前的敬拜神学里面呢，燔祭就是刚刚在我讲到之前，大家有唱诗歌敬拜赞美，那就是燔祭。在敬拜神学里面呢，它就是燔祭。以前呢，献燔祭的时候呢，它是要献上一些动物，这些动物呢是要死的，完全死的，然后把它献上，当做活祭，烧到什么程度呢？
有很多记得哈，我们的圣经里面有记载不同的线上的记，有些是煮熟了然后分给大家吃的，有些呢是没有杀死要放生的，好像有些佛教朋友他们会放生一些小鸟，放生一些鱼啊，一些动物啊，放它走离开。带罪羔羊的这个祭呢，很多人啊不了解，带罪羔羊是要放生的，所以很多人说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死了，哎。这句话就有神学上面的问题哈。如果是带罪羔羊的祭，带罪祭哈，它是要放生的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是复活的？哈利路亚，阿门。耶稣是复活的，他是活着的，他不是死的。所以耶稣才那么真真实实的今天活在你的心，我的心，活在 GSK 教会里面，阿门。所以呢，耶稣是活的。所以呢，他这里讲燔祭是完全烧到连灰都没有，就是烧到连就是剩下灰，完全的献上。所以敬拜是完全的献上。刚才你唱诗歌是完全的献上，还是你留了一点？因为等下要去唱卡拉 OK，所以不要唱那么大声，免得喉咙痛。我有没有 hold 住？还是你 release 完全的 giving to God，就是线上，这是不一样的哦。我不只是讲我们的声音哈，我是在讲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呢，献祭的意思就是敬拜。献燔祭呢，就是完全的献上、摆上。所以约伯呢，他在这里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丢弃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，这样做，所以他是非常爱他的儿女啊，孩子啊，他还为他们祷告，然后也因为孩子可能他们犯罪啊，不懂他，昨天晚上他们有什么 party 哈、啊，他觉得他孩子他们是犯罪然后。就要献上自己当做活祭，他是一个这样的人，常常这样子敬拜，这样子敬拜。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到这里，下一次呢，我们会继续看约伯第一章第六节，他发生什么事情。今天学习到什么呢？我们学习到，原来除了耶稣，除了门徒，我们还有约伯这一位有肉和我们很像的人，他可以做到这个地步。他的概念，他的敬拜，作为一个信徒，他的心是怎样？去放他的心，他可以这样。你有没有为家人祷告？有没有为你的同事祷告？你的公司祷告？你有没有这样的去敬畏上帝？有没有去关心自己的灵命？有没有像约伯这样呢？在这个前面讲。他是一位怎样的一位基督徒的时候，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 checklist，我们可以讲。那我们今天都彼此去 check 一 check 啊，比如你可以
啊，等下去看看我正直吗？我的人哈、啊，第一点，然后 check 一下，来打个评分啊。第二个敬畏神啊，你又打几分呢？如果10分是满分，远离恶事啊，你又怎样呢？有钱没钱都靠近上帝，还是你是一种民间宗教的信仰？啊，无事不登上宝殿呢？啊，你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呢？这个是第四点，去 check 一下啊。第五点呢？为别人祷告。第六点，献上燔祭。啊，这个六点呢，我们都是一个基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生活习惯。那之后，一个这么有标准、有 standard 的基督徒，他会经历什么呢？苦难会敲上门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苦难，连我。17号最厉害逃避苦难的专家，你也没有办法逃避苦难。哦，不是说你一个很敬畏上帝的、很虔诚的基督徒，苦难就不会敲上门，他是会敲上门。那苦难来的时候，就像考试一样，啊，在去年或前几个月，我所经历的就是我一个的考试。做牧师做了十几二十年哈，不单单你们有这个试探试验，我也是有。那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，你会怎样呢？会放弃吗？会和上帝关系又怎样呢？这就是要看你平时和上帝的这种关系啊。所以在这里，今天呢，轻轻的来提醒大家。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，彼此的鉴察，让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让圣灵来与我们同在，来教导我们，透过约伯记，我们如何做一位正直的基督徒。我们同心祷告。我想请大家可以自己来做个祷告，大概5分钟时间，然后我会做结束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，求主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看看我们的里面，看看我们的生命，
还缺乏什么？求主来加添给我们，主你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我，让我们更多来像耶稣基督，成为一位正直，像约伯一样爱上帝、敬畏上帝的人。主，你今天和我们所说的话语，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带领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听到这片道的生命。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